盘点夫妻搞笑对话，看到最后的人已经笑晕了。帅哥，要娘们儿不？不是，咱俩不是说好了吗？咱俩只是纯友谊，不要，出去，出去。哎，你就看到我这么主动的份上，就要了吧？而且我还是免费的呢。免费的更不能要了。俗话说，便宜无好货，快出去，出去。那给你200块钱，这总行了吧？有钱了不起啊？我就看不起你这副暴发户的嘴脸。给，这是1000，拿着出去，出去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怎么？你想明白了是吗？把门给我带过去。哎，老公，我迷眼了，帮我撑撑眼睛。干啥呢你们？我扫地的。我喝酒去。那你就出去呗。那你找我出去啊。多吃少喝，放点回来。这怎么一天咋没喝3瓶酒呢？回来留一点碗，别管我。我现在跟你说的多好话，你天天要好好的吧。你备注还能玩玩别人媳妇儿，咋好？你要一下喝死了，别人就得玩你媳妇儿了。那你吵啥呀？你自己寻思吧。哎呦我的妈！这不是拿罐头了吗？给我媳妇儿喝点，这渴呀。这啥罐头啊？这是我新买的裤衩子，男士的。裤衩子独立包装的？都是小罐装的，防水、防潮又防尘。哇，这里都有啊？哎。你看这小内裤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！看、啊、行不行？这样，这样。这色也好啊！行不行？这啥呀？这是黑科技分辨，啊、问有效的改善老爷们下边的潮还有湿、啊。给你做个小魔术啊！啊，点没了吧？啊，没了。一潮就没，一干，哎，又回来了这小点。啊、哎，夜生活咋样了？哪整了？我累的不整。咋一下子？想整啊？想整，太想整了。我整一下，整，快！我打野啊！哎呦我的妈！手机里这女的谁呀？哪个女的呀？就这个，就骡子妹妹的。我不认识，不熟。不认识你俩有好友啊？啊，她老骚扰我，我删不了她。删不了？咋删不了的？就删不了。我看咋删不了的？这不删了吗？啥呀？啥删了？手机里这女的呀？哪个女的呀？就你手机里这叫骡子这女的。哪有骡子这个女的呀？人才啊！一宿没回来，干啥去了？啊，钓鱼去了，夜钓。短信提示刷卡1000多，上哪夜钓花这些呀？啊，钓鱼去了，夜钓。你就会说这一句啊？啊，钓鱼去了，夜钓。买房子差5万块钱，咋整啊？我哪知道咋整啊？那钱不都在你那儿呢吗？给家里打电话，让他们给拿的。拉倒吧，父母都那么大岁数了，你说这多大岁数啊？没有压力，哪有动力啊？哎呀，哎呀，啥？打电话。哎，爸，哎，我三奶奶二胎生了吗？啊，坐下去了哈。